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再一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那么很多的佛教家庭呢，常在家里面供有佛像或者是菩萨像。那么遇到佛像损坏了，或者是旧了，或者是搬家没有空间再可以供设佛像的时候，常常不知道该如何来处理这些佛像，因而呢求助无门。佛像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比较妥当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关于佛像的处理啊，请大家不要迷信。佛像本身呢，在没有那么普遍发达的印刷术之前，要画一尊佛像很不容易。要画得非常好的高明的佛像呢，更难求啊。还有塑造佛像的数量，雕刻佛教的这个佛像的数量，也都是啊不会多的。可是现在科技啊，让我们印佛像印得很快，印得很多，钱不要花得太多，就又印出很多的佛像来。那雕的佛像、塑的佛像啊，能够翻模子，一翻呢、啊，能够翻出几百尊、几千尊的佛像出来。所以非常容易啊，流通而普遍。那我们现在要了解啊，佛像本身是作用是什么，功能是什么，它的价值在哪里？佛像的本身呢，不就是佛？佛本身呢是在哪里？佛在历史上的佛呢，2500多年前已经圆寂的。可是呢？佛的感应，佛的呀功能，佛的智慧，佛的慈悲，这普遍的到处都存在。我们接触到的佛经，我们接触到的佛法，我们接触到佛教所有的实施，只要是我们从佛法佛教得到啊帮助，那我们就见到了佛。佛是处处都存在，不一定啊，是有个佛像才算是佛的。佛像这是一个什么？是道具，是工具，称它为金像法物啊，应该要对它恭敬，要尊重。但是正在供的时候，就把它当成了佛的代表，就代表着佛的功德。代表着佛的恩德，代表着佛的智慧，代表着佛的慈悲，我们去来拜。那个佛像本身不就是佛？因为我们呢，如果要拜的时候，假如你已经呢信心很诚恳，对佛法的了解蛮透彻，修行有了一点基础的人，在哪个地方拜？都可以哦，不一定要一个佛像在那里。你拜佛经也可以，写一个字佛字也可以，甚至于什么也不要，我心中在拜佛，我心中在念佛，佛就在我的面前，不一定要一个佛像哦。那我们普通的人，因为啊要看到佛像以后呢，就感觉到已经好像自己接触到了佛了，把佛的代表在哪儿了？直到现在为止，很多人希望把我的照片拿到家里去供，所以是等于师父在家里面。我的希望呢，我的照片不重要，我的话很重要。我告诉诸位菩萨的，你们应该怎么做，照着我的话去做，那比供我的照片更重要了。曾经有一位老居士，是一位非常啊高明的老居士。他出去弘法的时候，演讲的时候啊，他把一尊小小的阿弥陀佛像，几寸高，他装在口袋里面，装在他的西装口袋里面。他在说法的时候呢，他把这尊像啊摆在桌子上，讲台上，他直接对着那个佛像拜一拜，拜完以后呢，他就说法。
就是有一种佛像在他面前。然后讲完了以后呢，他把这种佛像拿起来放在口袋里头，人家觉得奇怪了，说老居士你对佛像不恭敬了，你把怎么把佛像装在口袋里头随身带啊？他说我拜他的时候呢代表着佛，我不拜他的时候呢我不拜的时候呢他是一样东西，这是就是佛像就是佛像，就装在口袋里面。那我现在还有告诉诸位啊，曾经有人呢家里面父母信佛而没有叫儿女信佛，结果呢父母过世了，家里的佛像啊佛堂啊香炉啊蜡烛台啊不知道怎么办，甚至于家里的祖先牌也不知道怎么办，现在基督教啊这些东西都要送走，结果呢他们包包扎扎捆一捆就送到我们农禅寺，他也不是跟我们讲，就偷偷地往那边放了，那我们就不好处理了。我们觉得我们这地方又不是专门受用这个流浪的流浪佛像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呢就把它当成废物废品来处理了，该烧的烧，该丢的丢，该变成垃圾的就是垃圾。那么如果你们家里边呢因为这个旧的佛像破了的佛像，不管是纸的或者是那树的雕的，如果已经缺了的坏了的，就如果是纸的话就再生纸啊，要不要烧掉啊？烧掉了很可惜，就再生纸。这是有的人骂我，师父你把佛像都烧，叫人家烧掉都罪过啊，我说这个罪过算我的好了，你已经是破了的旧了的就烧掉了，如果烂了的坏了的佛像帮他垃圾来处理，如果还可以当成古董保存的，你就把它当古董来保存，那没有问题啊，不需要那么可怕。我相信我这样子讲啊，许多的人可能还会觉得这个怀疑，但是请不要怀疑，是我讲的。阿弥陀佛。